你大声吼，讲倒话哪讲哪好听，哎，对，迄种讲话术的呢，安尼呢，哦，啊，搁一句嘛吼，啊是安尼尔，你的时间呢？还可以啦吼，搁讲入来啦吼，哦，好，搁无也袂走的啦，搁讲入来。 感谢咱的中兴的成果啦吼，啊，太多人咧掌声吼。哦，成果吼，拢讲迄个花絮的吼，啊，真正无简单的。你毋通看安讲啊，食地瓜泡泡呢，嘿，你毋通看伊两只脚，两只手安下下安尼呢，哎，哎，我拄仔看甲伊咧讲着火气呢，安尼呢，吼，哎，真正会火气呢。迄有当时啊吼，看人咧讲咱就爱足简单啦。 囝若家己，互你用伫鼓笛，互你拾的吼，我后尾就得去鼓，怎啊有人写袂记出去的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即节课吼，是圣歌啦，圣歌，咱的鼓角啦，啊，甲圣歌两行啦，啊，即番拄啊着咱的鼓角啦，吼、哦，有人时啊呢，换圣歌，有人时换鼓角，人讲吼，啊，双节拢鼓角，安尼听听，有人时啊吼。 话感觉较无意义，啊，拢听歌啊，啊，拄着啊吼，哇，圣歌安尼变来变去啦吼，收刀嘛着爱会变，啊，咱头壳嘛爱会用呢，袂咱干那收音尔，即摆吼，诶，有即个手机啊吼，哦，智慧型的吼，若像阮这 LKK 吼，困头互我是拢无行，迄个智慧型的啦，我着讲我来听甲会卡，安尼就会使啦，安尼啦，即摆就讲哈，啊，你举手哦，啊，即种 LKK 你拢会用KK的咧，我对啊，我就会用KK，啊要叫我小号吼，我就袂晓试咧，啊若会用听卡会用弹，安尼就太多啊，安尼安尼，我哈，对袂着时代啦，安尼啦，诶对袂时代，我好，啊就安怎才对会着时代啊，啊买一支智慧型的啦，我，毋是无钱通买啊，啊上台买买嘛是用伊手机啊吼，像即呐 iPhone 8的吼，爱4万几啊，啊迄我嘛足爱。 毋过我爱就无效，迄我就袂晓用，吼，嘿嘿，功能足侪袂晓用，袂晓太套路用，所以讲，互我讲吼，遐少年拢用好诶，你若毋则互我，我拢捡人许毋诶就对啦，迄囡仔毋诶拢互我，我就感觉足好用啊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下生诶，迄买遐较无彩啦，吼、哦。
阿德会用一咱就叫个用啦。今嘛咱来夹起吼，手机啊实在都袂晓用，夹起嘛差不多飞来飞去吼，安尼吼。啊无机就大家咧飞，啊多啊等着机无聊，那去会看个哼。迄老伙仔也有哪会晓飞呢？安尼，其实咱是飞有，咱是飞无个，安尼。啊甲看，大家拢低头拄啦，安尼含咱头啊要夹起吼，嘛看咧嘛艰苦个。啊，即个趋势啊，即个趋势就是拢安尼。全世界迄个太遐厉害，唔是干咱台湾个呢，全世界拢安尼。哦，啊所以讲吼，即种上天的命啦，啊上天的命啦。啊，咱乱写修炼人吼，迄手机啊就是要咱寄资料，哦，啊传达吼，咱道中的信息安尼，唔是要互咱吼多生些玩些的迄啥游戏啊，啥物货吼，哦，安就较无意义啊。这些人浪费的时间就较无意义哦，爱要联络代志，要创啥货吼，较方便啦，哦，较方便啦吼。啊，所以讲以前呢，这是四波的啦，啊，那了二度 A 啦吼，即马无想 LKK 啊，意味上诶就是无 LKK 啊，安就对啦，安。啊，咱资源大家拢较低，头壳较无咧应用啦，哦。啊，即马无应用咧，嘿，互我想一个波无吼。会做一个台白，互咱大家安尼，互动脑一下，安尼啦吼。做一个白，互我讲一个白龙两字尔，两字，互你叫龙两字尔吼。因为讲吼，啊，开张大吉，开张大吉，不要你叫两字是安怎？怎知不知？开张大吉啦，安尼。大家笑看卖哦，好来。嘿嘿，厉害嘿。开张大吉就是先开店，才开张大吉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讲吼，哎呀，咱修行人地位都好，就是安尼啦，开张大吉啦吼。要哪呢？那个屋后春笋，没有人叫啥？雨后春笋啊，吼，落雨了后的，那个春笋啊，发条笋出来。哦，对啦，嘿嘿，搞咱修行人地位都好，就是安尼啦。哦，我有一个吼，心怀欲觉。哦，这上简单啦，嘿嘿，心怀欲觉。好，今麦讲道理，今麦讲圣歌来，较可能叫迷彩啦吼，安尼啦。啊，目的吼，道理听久吼，大家精神拢歹。啊，这节课就是要娱乐啦。啊，国家还是圣歌，这拢是要娱乐啦吼。好啊，若佫讲上一道理就无意思啊。哦。因为你拢听较强，要爆炸啊，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吼，听足济，若袂晓应用吼，听足济嘛无当用啦吼。何阿其实呢，我讲，何阿嘛感觉讲吼，修行将近要五十年啊。啊，就甲安尼听，啊听到尾啊吼，何阿安尼，毕竟吼，甲自己算算的吼，讲啊我改变偌济，安尼就对啦，啊。有啥进步呢？安尼算算嘞吼，我那有啥进步？到尾啊，有阵时啊，我那翻本翻完嘞，安尼就对了。吼，啊，所以讲听，然后条条捌，啊，句句清啊。这我拢捌啦，我拢知啦。啊，你讲解，歹解啦，歹解啦，安尼就对了。吼，所以讲大家都安尼，唔是家己话，我都歹解，你太好解，对唔对？有啊，啊人嘛像安尼像遐幼稚猜遐学幼的，哦，你无当解人就话，有的人做解啊，人安怎解就袂啊。文修行修到文质彬彬的嘛，读者哦，是咱这吼啊，迄个果料太乌吼，啊要洗较歹洗安尼尔，人话本来都洁白的，清气清气的，小可甲漂一下，人就白啊。啊，咱这定了上乌吼，吼，用一届要洗袂干，就洗足一届，洗袂甲五十担安尼有哪歹洗呢？安尼就对啦。哦，物料嘛是足济啦，哦，啊，这透过这个真理，啊，你我大家来听，啊来改变。多就是安尼尔嘛吼，啊无一心咧，干呐听，啊听无要改变，啊浪费这个时间，浪费这个金钱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希望大家会当多了解啊，多改变啦吼、哦。啊，这首呢，就是龙川曲啦，啊龙川曲，啊龙川曲咧好啦，讲我看到这个龙川曲的歌吼好，即个。真卡人吼，即个做餐人吼，大家都好笑啦，讲透早就出门啦吼，迄条啦吼，安尼啦，啊，即个始终烧香哦，伊即马第一趴叫做呢，青春望金星，牡丹金鸡啼，把握好时机，研究道真理，研究道真理，抱着任何意，
银河鱼，春风满面，思如意。吼，这点嘛袂歹听啦吼。就讲咱青春梦紧醒啊，梦啥要带咧青春梦啦，安尼啦，吼。所以讲，大家拢嘛爱要青春啦，吼。啊，大家嘛爱要水，其实讲吼，时间到面皮烧上裂啦，安尼啦，吼。未过去哦，我要食迄个中心不老丹啦，世间头的中心不老丹，吼。皇帝要食中心不老丹呢，安尼呢，俗讲吼吼，看永远做皇帝袂安尼。啊，那咱大家嘛爱啊，看我永远十八岁，安尼，哦，无法度，面油哪刮，我粉哪想咧抹饼，啊，搁安怎糊糊到时间到面皮嘛是点，安尼，哦，也未必糊到足水呢，迄你若看演员，还是迄个导啊吼，迄糊到足水呢，不过甲看起拢无糊着糊糊啊，哦，敢糊一点安尼尔，有表现的嘛吼。哎，嘿，有人家是甲看个好，这个面目真白嘞，迄粉拢过到遮，啊，你若甲看遮落去吼，无遮你嘛稍微包装一下，好白白吼，安尼吼，无你嘛用一寡迄个甲擦落白白，安尼较好看头，配顶冠嘛配会贵嘞，安尼顶冠遮白，啊遮擦乌啦，就讲啊遮乌啊，安尼，啊吼，所以讲，其实咱大家拢爱水，爱水是人的天性，哦，我嘛足爱水啊，哦，不过呢，阿爸会变怎？唔着怪阮是有人搞我生歹呢，对唔对？唔过咱人爱水心不水心，心地爱水，干那表面的水无动用啊！我过近来去吼，去那火葬场甲看怀，人啊拄啊打补出来嘿吼，这种变水，我讲这种变水，大家拢差不多，拢加两坑，啊加两坑，啊，拢变水，无一个跟上下水，是这种皮啊硬的吼，有差别尔啦，哎呀，啊嘿。迄、那个水呢，我喜欢呢，安尼呢。啊，其实若浮浮的，我唔爱，我有哪袂喜欢？哎，对唔对啦？拢受伤啦，哦。从细重哦，是心爱水，啊，心爱水就爱练，就爱修呢。心地才会水，才会发出慈悲心，你唔才会水。啊，刚才变水透落去，好，我现在较早甲你讲的迄个故事嘛，哦，啊，甲我烧麦嘛，啊，因翁是大虎嘛，啊，大虎的是为人大虎。胃较冷暖，讲较歹，唔是讲大个人，大家拢安尼啊，是讲因翁拄啊大个，啊较冷暖性啦，啊较唔歹洗身躯啦。哎，咱人不同呢。我有听人讲吼，我后尾规礼拜不咧洗身躯的呢，安尼呢，迄行过臭味活动呢，安尼查甫人呢，安尼讲，哇，迄站太屌啦。唔过人为了习惯，伊感觉鼻咧胖胖呢，迄得个红眉呢，眉眉画甲出迄洗身躯的呢。哎，阿伟，甲出三岁咧，要甲拖伊细，你阿咩咧？伊唔细嘛唔细，迄我拖伊老一种人诶吼。所以讲咱人吼，上辈是拜王老一种诶。阿迄安怎唔爱细？好好爱摸吼，迄苗条苗条吼，足够夹，啊足爱水，一日洗三四摆身躯，我分阿全咧我拼安尼叫。拄好一个男模配分段诶，有无？一个迄个身体诶，拄好配一个分段诶，安尼就叫啦。嘿，一到了有够下啦，有一届两个小妹。吼，相拍，恨无啦，啊相骂，恨无话呢，两个都压下呢，啊人个压下，咱都走边啊。你嘛多听啊，听阿个我实在多讲讲，到尾也都未相拍。何你三只个暗暗讲讲啊，我可讲啊，唔通啦，啥个有诶无诶？吼，迄人就气派啦，啊气派就要甲尖，就要甲讲呢，啊要讲，人说你要搁来打吼，嘿，一定讲着你。因某讲未听，一定讲着你。你假搞就好，假话要拍。啊！都拍袂着，我都拍伫中间遮，你就做讲着。人较早阿公我底好啊，拍底好啊，人床头拍床尾好咧。你大哥我有够水咧，做讲着乌青咧，安尼对。哎，讨皮着，你拢卖去偷袂，样样就无代志啊。啊，样样就无代志啊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下阵就多烧麦咧。吼吼，因某就甲披上红啊，穿上你啦，食个遐大裤啦，较蓬大衫，含身躯嘛嘛爱洗啦。吼吼，你大部分人讲身躯唔爱洗，吼掠狂咧。大波也是火性的咧，我系透了皮后，你藏起我，吼吼，我惊的安尼咧。因翁吼好，咱人拢爱找一个迄个吼，来暗藏一个安尼啦吼，拢为家己好啦。伊讲吼，我虽然是较大块啦，唔爱洗身躯尔，唔过敢有训练你啊？一日洗三次卖身躯啦，有路用无？啊，我分起来我表有较大无？啊，啊洗有清气无？我是水心不水，水心不水心的，之前古乌鲁木齐外紧的，唔管是唔是都水的。啊你啦，他们计较啦，有诶无诶啦，
你是水心不水心呢？你知不知？心呢？你知不知啊？你家己的躯足水，不过你的心恶心，啥物差不计较，啥物骗人的啊？我虽然无身躯尔呢，不过我心在足善良的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别惹大家惹你，咱人拢安尼啦。迄含要过去的十三天地外的，迄拢拢惹出来安尼啦。啊，那边仔就倒阿讲嘿，哦，拢唔捌听这只阿公话，这只阿公话讲就到地方，吼、哦，迄 B B 咱拢听到呢，安尼就对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咱人吼，尽量吼。一个若大声，啊一个就爱细声，哦，啊，唔通一直伊大声，你也爱咧，你也搁差袂大声，哦，啊强对强，安尼就发生代志啊，哦，一个若大声话，啊一个细声音啦，安尼就对啦，哦，啊所以讲下身咧，嘿，阿仔某相处之道啦，啊嘴甲之道会小解啦，无许阿仔某白嘴，啊嘴白小解啦，啊，哦，拢会啦，啊就一个若退一步吼，就无代志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即个退一步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你要退一步吼，才是功夫呢，安尼呢。啊，我是要教恁退一步，要大家来当退一步，安尼。哦，话拢袂准开呢，迄步拢退袂落去呢，迄步若退落就无代志啊。唔过天天都退袂落去，安尼就对了。哦，啊，咱咧今仔时阵咧练就是咧练这个呢。哦，也唔通干那要水，千穿万光金穿，啊。今仔日人世间几十寒暑尔，目睭年会着过，啊！也看我以前还佫留乌都白骨的，头当还留遮长的，啊！今仔日下骨头当白啊，才几年尔，对唔对？哦，你现在当少年尔，嘿，你要老年金领几来当啊？安尼就对。哦，迄去人讲迄阿伯啊，嘿，我真是阿伯，我才唔知。我较少行少些，讲嘿，我阿伯啊，我感觉我还佫足少年的，安尼，因为若要讲较少年滴。百万吼，我就感觉较少年。嘿，我一个去吼，我一个问问的吼，伊问看几岁啊？嘿，为五十外岁，看看比我还老啦。我拢甲顶讲，我六十八啊呢，安尼呢，好好。伊看看讲，哎，敢有遐少年？安尼，哎，啊，我就看比我还老，我比我还少年呢，安尼。就我去看下他们四大作品哦，讲一七十万的，你知唔知啊？看看，够可怜啊！要少少年七十万安尼，哎，你看这个国台湾，看你爱老老安尼，啊老老啊，哦，啊所以讲，咱人目睭年轻，时间都会到，都会过，哦，啊，唔能够干阿要做青春梦，梦紧醒，赶紧修行学道，哦，修行学道，度人救人，好好改变咱家己。你若有改变咱家己，咱若无时常发脾气，咱一定会真水，啊。咱的心水，无大件啊，含面都会水，哦，面型都会开。要为的时候呢，面型无开，哦，不是一个面夹夹，人会知影讲吼，这唔该事，这啦，哦，这心情无好啦，面型拢无开啦，安尼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的时候呢，拄着人就安尼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看我来拄着人，我看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对唔对？啊，咱笑面啊嘛是笑面啊。无咱嘛带动风笑面啦，安尼就对啦，哦，诶，表示讲吼，啊，大家拢吼青春快乐，安尼就对啦，唔通单咧有郁准，哦，唔通等待金鸡咧啼迄阵吼，上班啦，等甲鸡啼才要爬起來，哦，才知影做，鸡也未啼，咱就知影收，知影做啊，你唔通等甲啦鸡啼，迄阵爬已经天光啊啦，啊，已经上班啊，哦。有的人說，哼，我真要買，要少年的啦，辦你較來收啦，辦你這收就上上班。所以說咱要把握進長高走，長青春，啊，長美麗的時候，把握好時機，啊，進大好時機的時候，需要咱進兄弟姊妹長咧賣賣，其實也未求到的不夠多，啊，咱甲看咱的周邊，足多也未求到，不過有人時啊吼，要度就足歹度，迄个足刺激啦。哎，顶有阁有人是含骗子掠到伊个嘴口，伊都等伊袂起啊，安就对啦。迄种毛迄种个呢，哦，唔是咱无咧讲，有啊有吼，迄话唔得唔，拢精神可能无收着迄款啦，安尼啦。所以讲太遮歹讲啦，精神若讲有做一说讲吼，年糕也是花香个吼，有听见文化个吼，嘿，甲讲吼都不会啦。啊，咱今仔日呢，就是过去世。有听经文化，所以讲人甲咱多谢，咱戆戆就对人行，对唔对？迄毋是戆戆，伊精神你有修哦，闻道而不舍，哦，这正好，嘿，你就去啊。一若话讲，迄后影人死就煞啊，
为大人上，阮较早有人写大人大囝吼，好放屁上啊，得，这敢无遮尔好个人啊？哦，啊，啊，大些人都偌济钱呐、啊？吼、哦，啊，阿妈，安生活就袂歹啊，你吼，啊，出门头望看，哦，啊，感觉安尼个心呢，嘴笑目笑呢，安尼呢，无、哦。有人写人安尼甲咱误会啦，啊有人写道道教，有人写皇宫吼，诶、欸，咱甲讲好法就会当去西方了，我甲西方互你去了，阮来地府啦，安尼啦。迄后道教迄种讲，伊甘愿要地府，西方要让咱去啦，安尼啦。哦，啊嘛有迄道教讲吼，啊要死要死啦，伊若要地府，伊地府啦，安尼啦，唔甲道啊啦，唔去啊，唔甲叫啊啦，啊要死要死啦，安尼就对啦。诶、欸，道教咱怎发脾气呢？道教咱唔甲道呢，我要叫伊去地府咧，啊你有自卑心无？你无自卑心嘛？所以咱嘛爱弯笑，因为伊无名利才甲咱讲遮个话，伊若有名利，伊就袂讲遮个话啊。啊，咱名利个人，佮参伊一般个见识，安尼咱都唔叫伊安尼，对唔对？这就是功夫啦。我即摆咧教拢功夫啦，哦，唔是咧讲道理，拢讲要安怎用个功夫啦。所以讲啊，啊要度人救人，嘛就爱研究道理爱精啦，哦，地精、天命精这种爱精啦，啊咱人嘛爱精啦。唔通虚假，你若虚假啦，去骗人一卖吼，啊讲迄无影的吼，有人时啊人惊，人惊后摆都唔敢来，含多多互咱迫害着，哦，所以讲拢爱真，研究道爱真，抛着人和义，抛着人甲义，哦，仁慈的心啊爱有义理，哦，行路一行一定爱正确，你一定袂使偏错着，哦，爱有切问之心，你若抱着有切问之心。哦，有正直的心，哦，有包天敏锐的心，自然而然，你的春风满面就拢如意啊，你就欢欢喜喜啊。嘿嘿，我今仔日搁做一件好的代志，你若看做一件歹代志，心开，家己有人在咧困都会听见。你若帮助人，还是做一件欢喜的代志，做一件善事，你感觉吼，哦，足欢喜呢。我今仔日哦，做一件好代志的呢嘿，咱的心胸宽阔，心情就轻松啊嘛，哦。啊，第二呢，修道踏实地，真心功夫下，唔通虚真假，上天看上世，上天看上世，善良发菩提，发菩提。讲完过满回礼记哦，讲修行爱踏实啦，爱踏实啦哦，唔通虚虚伪伪啦。修行你若真理有捌，你有踏实咧做，你这个人绝对袂变质啊，袂讲三就往东，四就往西啦啊。有人时啊，遮唔好咧，过来遐，遐唔好过来遐，袂安尼。因为你有真，啊你行路有踏实哦。所以讲咧，你爱真心功夫加下咯，认真去研究，认真去思考，哦，唔通虚情假意啊。在道中有着目的个啦，哦，那是道中有目的个，安尼叫做虚情假意，上天拢看得通上实。然后人间世义，天上欲为，咱伫只干阿无讲出嘴，天拢有听着。哎，这是哪奥妙呢？哎，这是哪奥妙？啊，所以讲，下阵呢，咱做事唔通虚情假意，哦。上天呢，拢把咱看作上帝，善良发菩提，善良有善良的人，菩提心才会发出来。你若无善良的人，你要叫发菩提心，要发自心，心发太出来，因为你心都无善良啊，哦。啊，无善良，你有法当自卑心，他走会出来。我家己过好了，我就管你安怎用，对不对？咱人拢安，家己来当修本分，安尼就阮也算袂歹啊。哦，卖去讲要好人啦，社会人啦，讲心若做好吼，就好。有法当把自己的心做好，安尼就不简单啊。哦，唔过嘛，讲会到做袂到呢。啊，若要讲想吼，较早的迄个单手脚手吼，哦，一个有法当做甲很正的吼，安尼做话恶劣干呢，啊，咱嘛做甲肯定呢，也嘛有人会讲吼，可能戆面戆面啦。辛辛苦苦安尼赚的，唔敢吃，啊，就去救济人。啊，世间到处这苦坎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有到阿西，阿西呢？去阿西呢？阿西就是要做好人，去阿西呢？咱咧虽然讲去阿西，你有够牛，你也知讲去办一顿的要去阿西买西红的，哎，咱拢上巧啊，提袂出来啊，吼、哦，哈，迄、那个人哦，够干贵干贵，啊，干也要创啥？干也要做贵啊，哦，咱世间人有爱讲无？
某就迄人干鬼干鬼啊，干会去做鬼。啊，戆神戆神，上正少年人，啊，心到戆戆啦，白输食人啊，花水啊，讲安怎就安怎啦，安尼啦，迄心到怎拢戆去啊，家己个空皮放个啦，啊，怎啊即个为大家啦，安尼啦，迄心到吼，都怎拢戆神戆神啊，嘿，咱就要戆神戆神，但是要来做神做佛啊，哦，啊，无做神做佛，就爱做遐空皮啊，啊，咱社会人甲伊讲哦，拢无唔对，我讲嘿，你内行个啦，安尼啦，嘿，你会晓讲遮话，你内行，其实你嘛听有啦，哦。所以讲，下神诶，戆神，诶，戆神，戆神，戆诶，要做神诶人。啊，所以讲，咱来发自悲心，自然讲完告满，咱就等来离天啊。毋是上好咱诶啦，是咱家己做诶啦。哦，你毋通讲啊，上好我呢？啥物人都无法当好你，是你家己做，才有法当等来离天放高位。哦，你做偌济算偌济。哦，毋通干茫讲哦，某人甲你搞斗做，世间无少好，无只好康诶啦吼。诶，这第二段啦吼，第二段搁在做彩票啦吼。不良的少年呢，要按照两字啊，啊，不良少年呐，啊，哦对了，嘿嘿，我讲头壳厉害就厉害了嘿。哦，这人咧要着袂，就叫咱大声祈祷好啊。咱这团啊，大啊济啊吼，诶，拄啊好拢互咱要着，哎，哦。无伊嘛伊哦，人济就好咧，人济伊上好嘛，伊嘛上有咧，哦。啊来咧，农夫插秧啊，农夫咧过秋啊就对啦。啊，哪位啊？哦，对啦，田中啦，农夫咧过秋啊，同阿是田中咧播的嘛，唔敢到道路咧播咧，哦。所以讲也是随讲台随知啦，悄悄讲一卖就会了啦，哦。啊，天昏地暗咧。哦，嘿，还佫比我较牛咧！我讲了会衰，伊就知影乌日来咧。嘿，你所讲足简单啦，后尾甲讲了，天昏地暗，乌索索，唔啊乌日啦，啊，你都乌去啊，你都暗暝懵着，叫做天昏地暗嘛。哦，所以后尾甲上界，咱后定睛哦，啊，迄字彩算起哦，人咧要吼，啊，你要定位哦，算个真简单。啊，咱拢甲上个足困难去，咱拢甲上个足困难去啦。哦。啊！不修邪清嘞，无烦恼遮，无烦恼清嘞。啊！无烦恼邪清嘞，啊！咱着平少王食，对唔对？啊！无烦恼邪清，就是因厝有金山，唔通我食，吼，叫做金山啦，金啊山啦，互伊食袂了的就对啦。啊！无修遮，无修清啦，哎呀。哦，安尼叫做金山啦，因厝有金啊山啦，互伊食袂倒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所以讲大家想个安足简单啦，啊足简单啦吼。诶，你注意啦吼，诶，用只头壳个啊注意，即摆第三啦吼。靠出就结晶啦，知书就达成啦，唔愿甲人争啦，目标定好清，唔通自看轻，心担三座音。替书分忧多欢迎啦，吼！唔通靠出道德经，靠出爱道德经，大家拢开出着经典，哦！大家拢知书达理的人，但是呢，有安尼行无？有照册中安尼在做无？哦，道甲德，咱若要做道，一个体一个用，啊，体用兼备，哦！唔通讲的头头是道，啊，咱拢袂晓安尼做，咱拢无安尼做。即句个意义就是安尼，唔通靠存就只经，哦，啊，知书就达成，知影就爱行，唔知影就唔知，啊，咱就知，咱就爱进行啊，啊，咱大家拢知啊嘛，哦，咱大家拢知嘛，啊，知要去端厝买手机啊无，哦，哎，遐话头尾讲哦，唔嘛啦，伫遮唔嘛啦，啊，等于加叫我背啦，安尼就对啦，哦，伫遮唔嘛。诶，比较唔安尼啦，哦，像世间人，哎，对啦，世间人赚牛小钱的有够多啦，啊，有够多，像较早人个选股咧买票吼，啊，明明都有买票，爱就赚啦，伊嘛参忙就赚啦，我今仔若买票吼，规家人拢笑啦，哦，就遐大，安尼个，啊，谁都有买票，倒来到来讲无啊，你来敢笑啦，啊，你明明都叫我去买票，啊，先赚来，规家人拢笑啦，讲啊，无死翻刀啊，哦，死家人啊，家人。啊！我死伫阮厝啦，你唔对啦，嘿嘿，伊话咧赚我条钱咧，哎对对，我太侪唔敢想，哦，专家人咧，唔是阮厝咧，唔是阮兜咧，是专家人咧，安尼，嘿，唔知咯，
竟然头壳有够好呢。哎，转了五朝天吼，啊，有够厉害，安尼就对了吼。啊，迄个去甲买票的人讲，啊，你个单你也上路，你也敢带他们上单？你全家人呢，都严重呢，那是唔敢。家人啊，唔是咁做呢，安尼呢？哦，伊家听讲哦，全家人的，全家人北部迄个就对了，安尼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咱人吼啊。社会拢用得大个钱哦，赚牛角钱有够多了，对啦，有够多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讲的是先，啊，就爱怎样做，迄个意思就是安尼，唔通讲啊，靠出道德坚固，讲到吼，有道有德，吼，道德坚固，唔过车巴遮济，道理巴遮济，唔过无达成，安尼就不可以，吼。唔愿甲人争，修行人到一个境界，伊会去容人。伊袂甲别人安尼相争啦，哦，你若境界有够啊，这无啥物意义啦，大家搁拍歹感情啦。何况我较有理无唔对，但是唔通得理不饶人，咱人拢会得理不饶人，面面都伊唔对，阿硬要做干样？啊，伊都无理，阿你硬要做干样？啊，何你做干？何你讲干样？别无唔对啊，你较有理啦。啊，又搁是要安怎？两个拍歹感情啦，哦，啊，你都让伊都。啊！伊都唔捌，你就甲当作讲，伊都唔捌。啊，我都捌，啊，我尿伊都，即口皮我甲吞落去，还是功夫。啊吼！咱是要练这个功夫尔呢，唔是要啥物论诶，争长论短，论甲讲安怎尔好，你做做公人呢，啊，公人拍拍就好朋友，对唔对？哦，大家拄着就无好面相看，哦，安尼伊也损失，啊，咱也损失啦，哦。啊，所以讲诶是呢。啊，有知书达理的人，你爱会晓做，爱会晓去让人，吼、哦，嘛爱甲人争。啊，目标呢爱定好清，咱心中爱一把尺，我要安怎做？我今仔日修行人要安怎做？进社会的标准就是讲，咱一个修行人，唔是讲从配一分哦，安那甲切开讲咱自卑呢？安尼都无够自卑。那社会人甲咱认定就讲吼，迄分外都袂使切开好打击，安尼你就自卑啦。哦，境界甲咱定到遐悬呢，安做够呢？哦吼，安尼我嘛做袂到，哦吼，迄无事切开都无迄个爱切开，安尼伊嘛讲安都无自卑呢？哦，最起码咱袂参与安怎无嘛会甲切开，安尼啊，讲叫我看我打下我痛，对唔对？安尼境界嘛要袂到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也是呢，第一个标准，社会人的标准就是安尼啦。哦，所以讲咱目标，咱道的目标，始终前进啊！今仔日下身呢，无成佛不罢休，就要有这种的志向坚定才会使。哦，唔通看轻咱家己，自看轻，咱唔通看轻咱家己，咱就是佛，咱唔是凡夫呢，真凡夫尔。其实咱是佛呢，是去学别蛮，才叫做众生，叫做凡夫呢。本来咱也是一个佛地的，啊，咱即间已经互咱找着佛啦，咱好好啊修，好好啊做，白日咱就转来遐，哦，因为咱本来就是佛，叫我们转去西方啦。你若觉悟的众生，就是佛；迷茫的佛，就是众生啦，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讲咱困头虽然是佛，唔过叫迷茫，才叫做众生。啊，咱今日受明师恩赐，受讲师安尼甲咱讲，咱已经觉悟了解啊，咱已经。就是佛啦，哦，灭埋众生，觉悟到就是佛啦。啊，你若无佛，头向转西方，无可能嘛，哦，咱就路搁找着啊，唔通讲安尼的心呢，无做无改变，把你后边去参往西方吼，世间不会有世间不会有遮好个啦，哦，一定爱加减啊做。咱活，我连世间几十年，虽然是梦中偷闲啦，唔是专职拢在修行啦，哦，其实我都讲过，若在修行吼。无几工啦，啊，无几工拢做家己的工课较济啦，安尼就对啦，哦，所以讲老道中吼，啊，尽量爱努力拍拼，啊，努力拍拼，哦，也较无人啥话啦，你请好啊点到吼，嘛讲好啊点完出来，哦，都歹势呢，都歹势啦，啊拢啥在叫啦，啥在叫啦，有人啥自己走要过来抓啦，啊，叫到有够歹势，我好感恩哦，你若无表感情好，我做我就失业啦呢，对唔对？哎，应该我爱甲你感恩呢，啊，要无我端厨我落油咧嘛害呢，无趁钱呢，啊无趁钱爱食饭呢，啊你若有这工课吼，比如来互我做，你是看我有对呢，唔则比如这工事要来互我做呢，不吼我哪车哪开哪唱歌呢，哦、啊、对唔对？哦，
欢喜干呢，啊，所以讲，而且你若拿标工费，嘿，我拢甲你讲 ，OK 啦，我老婆常话讲 ，OK 啦，安尼就对了。哦，讲我今仔又搁一摊会当销价吧，安尼就对了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而且呢，哎，咱唔茫想歹势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唔茫看轻，看轻咱家己啦。咱新打三座大台普渡的责任呢，迄、那个剧本是上下的。三座大台普渡的剧本上下。甘是咱在写，甘是上天写的，啊！大家收收到尾啊，大家拢唔识字啊。三德大开普书的剧本上编出来，上下的。啊！那唔敢讲，对家己无自信。剧本上天编的啦，迄个剧本啊，上来做导演，咱还阁不够格。老师在做导演的，啊，上来做演员，咱在做演员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今天受上天的道，天用迄个剧本，偏迄个剧本要给咱做导演，咱老师在指导在导演，咱今天日拢就是演员在演，今天日天办天书，什么人做主？什么人做主？我想是咱古董唔敢讲，是你咧做主啊，天咧做主。嗯，啊，咱拢常讲天做主，安尼。咱袂使乌白甲写剧本型咧，偏剧本人都偏甲好势好势安尼。咱就常讲天做主，啊，咱袂使乌白甲改剧本哦。咱甲改剧本都唔对啊，演就歹演啊，安尼就对了。哦，啊，咱知影这個意思吼、哦，所以讲咱就好好啊修。啊，好啊，扮演咱的角色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咱就讲吼，天咧做主，剧本啊拢上天编的啦。啊，咱就听命办事啦。那讲吼，有命不敢违啦，无命不敢自专啦。有命的唔敢违背，啊，无命的唔敢家己恶白想恶白来啦。哦，安尼就无下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讲三做事，今日呢上天在演，编迄个剧本要互咱演的，啊，要互咱做的。啊，咱会当咧替咱的书来分担，替书分忧，才有法通度完度完年啊！啊，那无上天呢？啊，即时讲这个道呢，伫火体吼，啊，老师打这个打吼，咱今仔日嘛无度人修啦，啊，含要做演员，咱嘛无法度啦。啊，所以讲今仔日咱拢是基本演员，咱的角色甲演好就好，其余咱拢唔免管你东西南北啦，安尼就对啦，尽职来去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搁落来呢，咱就请咱的县迄个国家团啊，国家团啊，哦，迄国家团哦，算计哦，伫遐徛真久啊啦，安尼啦吼，啊，我是拄啊话看到时间，啊，讲哦，啊，我已经讲要五分去啊啦，安尼啦吼，啊，即摆下先呢，就来互咱的国家团的演奏啦吼，咱以热烈的掌声啦吼。